案选选看。嘿，葡萄姐姐，我啊下个月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，所以啊我现在都在加紧的练习耶。好棒哦！那风铃哥哥，你参加的是什么项目啊？我参加的项目是赛跑。嘿嘿嘿，是赛跑哎。嗯，没错。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哦，我可是跑得很快的哦。而且啊，我有信心在这一次的运动会拿到全校第一名哦。嗯，那我也相信风铃哥哥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。不过你绝对比不上大自然的天生赛跑选手，他可是世界上跑最快的动物哦。嗯，世界上跑最快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啊？这里有三个选项，让风铃哥哥来猜一猜哦。第一个选项是狮子，第二个是猎豹，第三个是老虎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那现在呢，也请小朋友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咯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悠悠魔界号即将在五秒钟后发射，请系上座位上的安全带。5 4 3 2 1 go。我要拉着火箭飞到天空里，看看蓝蓝天际的白云，太阳公公发射暖暖的光雨，航天风儿对我笑嘻嘻，闪电突然发脾气，彩虹变成油画笔，坐着白云飘来飘去，真有趣。快乐不落伍，哈！一起嘿嘿，一起嘿。
小屁屁还坐在椅子上的小朋友，赶快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唱唱跳跳喽！选选看，茉莉哥哥，你猜到了吗？世界上跑最快的动物是狮子、猎豹还是老虎呢？我猜答案是猎豹，对不对啊，葡萄姐姐？答对了，答案就是猎豹。猎豹有流线型的体型，在奔跑的时候时速可以到达110公里，而狮子和老虎最快的奔跑速度也只有60到70公里哦。哇，猎豹奔跑速度真的很快哎，果然是天生的赛跑选手哎。不过猎豹虽然奔跑的时速可以到达110公里，但是猎豹不能跑太远哦，大约300公尺的时候猎豹就要休息喘口气了。哦，跑300公尺左右就要休息是为什么原因啊？哦，因为猎豹在急速奔跑的时候身体来不及散热，大约跑300公尺的时候猎豹就要休息喘口气了。哦，这样我知道了，谢谢葡萄姐姐。那小朋友你记得了吗？我们下午见咯，拜拜。